係 Rachel 啊，唔知大家咪同我一樣好中意食 bagel 咧？今次我網購咗好多夾心 bagel， 全部都係用日本麵粉手工製作，絕無添加。店鋪會不定期推出多款口味，例如有港式奶醬 bagel。食落咧煙韌得嚟咧，又好軟熟喎，而且好有飽肚感添。推介芝士麻薯 bagel， 入面有鮮奶麻薯配車打芝士，材料豐富。甜點亦有咖啡 bagel 配 Oreo 忌廉芝士。咖啡味好濃，但又唔會苦喎。仲有呢個好靚嘅魚米茶 bagel 蛋糕，芋泥配士多啤梨，酸酸甜甜好開胃。而鹹食有番茄芝士、麻辣脆皮腸同鹹蛋黃肉鬆三款口味。想簡單啲，可以揀 60% 全麥魚味 bagel。想知更多 ，click 入內文睇詳情啦。 Yoo-hoo!